马儿救人。1996年春天，哈尔滨绝缘材料厂的陈副厂长陪同客人吃饭时，发现眼前的这位客人只吃素食。快吃菜，快吃菜！你尝尝这鱼，今天刚抓的，非常新鲜的。那你尝一下这碗肉汤，味道很棒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只吃素食。啊，只吃素食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佛教徒，佛法说众生平等，这个世界的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伤害甚至杀害他们。哦，其实动物和人本来就应该和平相处，动物都是有感情的。你之前有没有听过一些动物救人的故事吗？你说的对，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就被一匹马救过。于是这位陈副厂长便讲起了他父亲亲身经历的这件事情。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，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就在山里工作。小陈，你来了呀。老伯，早，我刚到。老伙计，先休息一会儿吧，等下你可又得辛苦点了。好了，现在不用拉着车了，你休息会儿吧。小陈，你对你的这匹马可真好啊。老伯，我觉得这匹马很有灵性，我跟他说什么他似乎都能听得懂。马是通人性的，其实不只是马，任何动物都能通人性的，你对他好，他也会反过来报答你的。老爷子，你说动物会报恩，我怎么没看过小陈的马报答他呀？你懂什么？因果报应并不一定会立刻兑现。小陈对这匹马这么好，这匹马自然能感觉得到。如果小陈遇到什么危险，我想这匹马绝对不会丢下小陈不管的。我倒是没打算让他报答我，我只是觉着他就像我的朋友、家人一样。我父亲的工作是把山里砍伐下来的木头用马车拉到山下。有一次意外发生了。小伙子，堆得整齐点，你看你们堆得一点都不稳，万一塌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大叔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堆的木头稳当得很，绝对塌不了。是啊，塌不了的，你放心好了。老婆，早啊。小陈，你来了。来了。好了，老伙计，你先休息一会儿吧。行了，最后一根了，放完这根我们也休息一下。太晚了啊，就放这里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小陈身边的那堆木头突然倒塌了。不好了，这堆木头要倒塌了，快跑，快闪开呀。那一堆木头很快地滚了下来，当时我父亲处在非常危险的位置，闪躲不及就真的粉身碎骨了。小陈，快跑啊。等这匹马挑着小陈跑到山下平安的地方时，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。老伙计，谢谢你，今天要是没有你，我可真的就死在这儿了。要不是当时那匹马救得及时，我父亲早就没命了。所以我说，动物也是有感情的，我们应该好好的善待它们。善待动物，是因为它们跟我们人类一样，都是有感情的生命。当你把那些动物当成自己的家人、朋友来对待时，他们也会把你当成自己生命中最亲近的人来对待，并且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回报你的。
分。南无阿弥陀佛。